可爱大哥。可以，今天这个场合是正确的。对，小妹妹还有俩词，白乎乎的，白乎乎的，白的人很多啊，我躲啊。但是你要想，大哥，我用白白的，不是白乎乎的，你还有一个词，白白乎乎的，白白的，还有一个词，我想想，不会是你自己吧？啊，不是，年纪小，年纪小，我们都很小啊。来。猜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不要故意不猜对好吗？飞行员，挺简单的，是我们这场，我们队的，对，我们这场公演，悉尼，耶！为什么要猜对呢？哎、因为加爱把钱试一试，就白乎乎的，白乎乎的，年龄小这个就没有了。乔布尔年龄也小，年龄也小，乔布尔加爱说年纪大。不知道哎，那虚假姐妹情，可以说别的队的吗？我们可以 啊，不可以，啊、太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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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轮到可以，可以，因为在谁都认识，因为猜不出来是他是吧、啊？现在是我，怎么回事？哦、啊，可以，对，可以 ，OK， 没问题，限定。S N H 好不好？分团又不带手。OK 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我说一个。我说一个谁呢？我想想，我认识谁来着？你们背过去，哎，你过去。啊，我过去，我过去。哎，往那儿走了，往那儿走了，往那儿走了，偏了，偏了，俺们偏了。哎，这样我们他说完之后，我们一人猜一个名字，猜不中他就惩罚，好不好？可以。黑刚没有这样、啊。好难哦。反正说谁呢？我想想啊，感觉就很难。分团成员的话，他分团不是啊，分团不是十七，我也不认得十七。啊？就你们猜得出来，我也猜不出来。想想啊、你在干什么？快快快！OK 吗？啊，最出来的啊！一个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没有，发誓发誓，没有听到，发誓没听见，没听到没听到。听到的话，暴重十斤。啊，没听到，没有听到。好啊，我发誓没有听到了。好，那第一个关键词，站着赢，站着赢，站着赢，好看是吧？好看啊，好看。躺着赢不了是吗？躺着赢、好了，第二个词已经说出来了，站着赢，躺着赢是吗？还有嘞，第二个词，美人，美人，这两个词一样，不是一个意思吗？就是美人吗？短剧也可以啦，还差最后一个机会了。对，短剧，短剧，短剧啊，否则你就赢不了，是出题人受惩罚哦。加爱，我已经开始想惩罚是什么了，是出题人受惩罚哦。啊，出题人那就是弗雷朵了。哎，换个人，朵朵，换个人，换个人，不对吧？啊，我心中第三个词，加油啊，加爱。第，我好像猜到，啊，也不对哈。哎，惩罚是先刘海吗？没有刘海，我已经没有刘海，先刘海任务。还有啥？第三个词，美人战争。嗯，我想一想，短剧嘛，说短剧，说短剧，多一点。你忍心看朵朵受惩罚吗？到底认不认识、啊？你要是想不到的话，你就直接说几期就好了嘛。哦，五期。五期。美人不都五美人吗？五期。五期都是美人。哎，我们把五期说一遍吧。张怡，不对，不是吗？我猜过了，张怡不对，你江山对。哇！你为什么要猜对呢？惩罚来着呢？为什么是站着赢啊？不懂哎，靠脸就可以。我以为站着赢是很高的意思。形容的很不好。他明明是躺着赢嘛。人那么有特点，你形容的什么、啊？那怎么形容？什么？头大耳朵大。大眼睛，单眼皮啊。他大眼睛吗？啊，单眼皮一下就猜出来啊，单眼皮。单眼哦。但我真的一直以为站着赢是那种很高，就像我这样的就很站着赢、啊。你算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，来吧下一个下一个。我是吧？来往那儿移一点呗。
你对狗狗吧，我想一下哈。出题人受惩罚。我想一超难的。我也想一超难的。阿黄出个难一点的，让大家都猜不到的啊。嗯，猜不到不是阿黄受惩罚吗？对啊。哦，啊，那难一点吧。好了。嗯。树袋熊。完了吗？哦，我不能开始。好，我好了。我说好了，我比较高，我表达能力强，我说一遍就可以，我不像一点。来吧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小可爱，啊，小可爱，我吗？我们台上谁不是小可爱呢？然后，然后咋的呢？然后身材好啊，躺着赢。躺着好啊！大哥，加爱吧，是加爱吧。我咋了？我躺着赢。目前没有人答对呀、啊，就是说嘛。目前没有人答对哈。还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谁呀、啊？最后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趴着跟躺着一样赢。一加爱，一加。不是趴着赢的，其实大哥也答对了，很多人都符合了。你说谁？你看，你把好了坐下之后，你开心什么错？婷婷前辈是吧？是他受惩罚你呀、啊，他是你出词人，朵朵故意的吧？没有看出来吗？出词人接受惩罚，无人猜对。朵朵超故意耶！耶！不是。这个游戏真是一个陷阱。我想讲一下什么叫躺着赢，趴着也赢。就是躺在前面平，后面也平。仔细理解一下。你来给我演示一下。就是躺着跟趴着一样。躺着跟趴着一样。啊、冯新朵。啊，那我刚刚已经说过朵朵了。我为什么要？原来是这样啊！你们这锁的也太随便了，我为什么要猜对呢？花心可爱。对啊，你这么坚定的猜对了，我也一点都不高兴哎。但是婷婷前辈刚说的身材好啊，是真心的吗？不是，我以为猜错了是他受罚，我想跟他说。可是瞎搞啊！可是朵朵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因为小可爱这三个词想到你的。躺着赢，趴着赢。真的躺着赢跟趴着赢。OK， 这样子闭嘴吧。结合了没有？结合了一下小可爱，想到你那个朵朵委屈。不要再解释了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一个是偏台的。守护秩序。你也是什么小玉前辈的嘴先动的手？没事，我眼睛近视，我看不见。这个也非常，第一个小可爱。你是故意的是吧？你自己吗，体育前辈？我吗？第二个躺着赢。完了。第三个360度都赢了。啊，甜甜。好好理解这句话，好好理解这句话。360度都赢，洪真英，我知道他这。根据结合啊，360度都赢，躺着也赢，360度都赢。赵月错，大哥错。哎呀，珍惜一下，仔细想一想。阿南，再想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仔细想一想再回答。你还有三。小玉，你失去机会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360度都赢，所以真的是小玉前辈吗？小玉错。还有两次机会，你想要求你，求你想清楚再回答。360度都赢。对，360度，结合360度这个人，说话的这个人，怎么了？一家360度，一家婷婷吗？不要说婷婷，不要说婷婷，不要说好有感觉。那小玉要完了，随便说一个，最后一次机会，一个朵朵，朵朵耶。什么？我们都猜错了。朵朵猜朵朵。什么？他猜朵朵猜朵朵。耶、yeah, ，小玉胜罚。答案是谁啊？小玉。果罚是什么？我们这一组的人都那么自恋的吗？你说吧，我们把剩下的两个成员的游戏答案是360度赢的我。我说了。失去机会了，我前面就说了，没听到，猜一次，没有，你干什么？人家小玉真受惩罚，啊，对，哎，好开心啊！来吧，
不是还有俩成员，两个玩完我们一起惩罚。玩完之后，还有一些惩罚，快快快来！你给张希，张希，他跟我说吗？小雨蹲下来一点，蹲下来一点，照顾人家，我们过去一点，来吧，说吧，好有感觉。我不许看，不许看，遵守游戏规则。看了也看我，怎么都不许看。看不着，高大人强，你已经像山一样挡住。考虑一下，好好考虑一下。我也是山，而且我不喜欢泡那种稀的，我喜欢吃干干的。还没好，还没好了吗？他俩在聊天吗？我是这个名字挺长的，这个是正好是给跟前辈尊敬，还能找机会的。小玉前辈喜欢你。好，我觉得你们肯定会猜出来。来，啊，小可爱，不要那么俗气。快，来，大可爱。大可小玉好，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非常高，这跟刚才不是啊，段奕贤高吗？段我们在除了我还有金月还有谁，就你们俩了，可能就你俩其中的。还有一个是大喇叭，大喇叭，张靓颖。耶，加一下对了，真的假的？江真怡，对了，江真怡，我们不是侧面说你大喇叭的意思。没事，我们猜对也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来，张欣来，对，我给他来一个，最后一个了，你就准备惩罚吧。小玉准备一下你的惩罚表演。想想惩罚，惩罚什么？性感舞蹈，性感舞蹈，360度性感热舞。我的天，这个好，跑着来一下，趴着来一下，照顾到每一个角落的观众。黄鑫你狠啊，来吧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还商量的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大喇叭表达也有点问题。我没有。来，好了。很 man。 大可爱，大大可爱。对，贴三四四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 strong 啊，没有 strong， 不 strong， 瘦大可爱，瘦又大又瘦，就是没有肉的瘦，大可爱，下来吧，一点也不大，高身高，还有呢，然后小美眉，小美眉，来，我们这个，我们要好尴尬，好难哦，我天哪，好难哦。好难哦！别急，我来，我先猜，我先猜，我猜。江真怡，我猜，江真怡，我猜冯鑫朵。啊，不对，来下一个，我猜赵越。好，不对，你好可以哦，我觉得是陶博尔。哇，好可惜哦，心里后背生气。还有两个，我觉得是一加二。难道不是张雨欣吗？不是张雨欣吗？啊，好可惜哦。是谁啊？你们都不爱丽莎宝贝了吗？就很笨的哦，大哥，天哪，太难猜了吧？我究竟老师都想不出来，天哪，怎么办？我要看惩罚的时间来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手把手，我跟张希说，西西啊，一定要说漂亮美眉，金凤。你们怎么回事？还是我们不是你们是不承认大哥在我们队最是最漂亮的妹妹。我们只是想看你被惩罚而已。对，来吧，你们两个大可爱，赶紧来惩罚舞蹈。小雨，小玉，你说了吗？准备好音乐了吗？性感一点的。还没有呢。啊？说了，没有吧？不要再拉上小后背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跟你说，来吧，就你们两个360度性感舞蹈，音乐给起来。从那边小圆台跳到这边小圆台，太过分了！来吧，小玉先，小玉先，你们两个还要有交流，要有交流。快点呀，一人一边小圆台，然后交换。在干嘛？这首歌。跳舞，我们在旁边干什么？做个孩子，可以，在我们队做个孩子。
孩子真的小玉，我感觉我好像走到了那个泰国的某个秀场一样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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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恐怖了。我们这组 MC 就到此 OK 结束了，对。